6月23日，鄭嘉穎老婆陳海琳迎來自己最後一個二字頭生日，她在社交帳號分享自己的二胎孕肚照和大家慶祝。只見照片中的她四肢纖細，雙腿修長，只是生肚不生肉，不少網友紛紛留言表示好羨慕。她表示今年的生日特別有意義，很快又將會迎接一個小生命，心情好緊張，好興奮，好期待。她還透露自己的生日願望是自己BB 和身边的朋友都健健康康。除了上传孕照，她还分享了与好友巩佳欣的姊妹装合照。她还表示巩佳欣预先约她吃生日大餐，非常有心。不过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面，她当然选择与丈夫郑嘉颖在家打边炉，甜蜜温馨地庆祝啦。郑嘉颖和陈海琳2018年8月12日在巴厘岛举行了婚礼，2019年2月15日陈海琳在香港生了第一胎仔，取名郑成睿。今年5月，她宣布再次怀孕，年纪轻轻的她即将成为两个小朋友的妈妈，好幸福啊。